Jimmy 团 New Jeans 26、27号在日本东京巨蛋举行粉丝见面会，全场座无虚席，人气超旺。昨天刚过完生日的影帝梁朝伟26号现身 New Jeans 见面会。New Jeans 制作人闵熙珍昨天在 IG 晒出两人的合照，让粉丝们又惊又喜。两人穿着休闲，看起来气氛轻松又愉快。其实去年梁朝伟曾替 New Jeans 无偿出演 MV 惊艳全球粉丝，虽然仅仅只出现几秒，演出也完全没有台词，但仍凭着强大的气场和眼神就让人感受到影帝的魅力，精湛演技掀起热烈讨论。另外闵熙珍还晒出与日本艺术家村上隆、歌手泽山梨奈的合照，让粉丝们纷纷大喊众神降临。